最近都没怎么吃东西啊，怎么又胖了10多斤？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亲爱的，我错了。怎么？今天你不在家，就我和跳跳。然后我又出奇的饿，我就把它。你把它怎么了？你不会把它给煮了吧？不是。亲爱的，我们好久没开荤了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等我哟。亲爱的，我们今天好好享受。居然都不反抗，分手吧。你打我干嘛？你不是叫我反抗吗？妈呢？妈呢？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亲爱的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这是在绿我呢。亲爱的，你听我说。你起开！你竟然背着我找小三！好。嗯。啊，你干嘛呢？你打我干嘛？你不是叫我反抗吗？我被人搞了。